根据期刊引文报告，腹部放射学2021年影响因子为 2.886， 这意味着2021年腹部放射学发表的每篇文章平均被引用次数为 2.886 次。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中的平均文章在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频率的指标。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是用一年内的引用次数除以前两年发表的文章数。腹部放射学会的官方期刊是腹部放射学，由 Springer Science 加 Business Media 出版。根据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该期刊2021年影响因子为 2.886。该期刊以前称为 Abdominal Imaging， 主编是 C. Daniel Johnson。腹部放射学会 SAR 是专门从事腹部成像的放射科医生的专业组织。腹部放射学于1987年首次出版，它的前身是腹部影像学，其现任主编为 C. Daniel Johnson。 根据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其2021年影响因子为 2.886。 腹部放射学现任主编为 C. Daniel Johnson。 根据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该期刊2021年影响因子为 2.886。 该期刊以前称为 Abdominal Imaging。 腹部放射科在2020年更名为腹部放射科之前的原名是腹部影像科。腹部放射学是由 Springer Science 加 Business Media 出版的同行评审医学月刊，也是腹部放射学会的官方期刊。根据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该期刊2021年影响因子为 2.886。 该期刊以前称为Abdominal Imaging， 主编是 C. Daniel Johnson。